今天是24号，倒计时两天，现在是第二声号响，还没完呢，大家都在等第二声号响。明天最后一天，今天倒计时两天，今天亮点很多呀。有一夫妻两个慢慢的从我身边走，然后我就加，今天我加了一个出路是什么哈？出路就是道德回升，跟罗马帝国一样，道德回升，瘟疫就没了。哎，这好多人，就是那一对夫妻。也是大高个，我1.80米都不止啊，然后就回来要了。你说跟罗马帝国一样，道德回升就能没有瘟疫了，瘟疫就消失了，他们就都伸手接了。有那么几个吧，这我挺吃惊的，那真是绅士风度啊，一般都不搭理你的，要在大街上走，那今天这种场合他更不容易接了。就尽管如此，他一听都走过去5米6米远了还回来接，哎，这是我最高兴和最吃惊的一个。就是说你一说跟罗马帝国一样，道德回升就是出路，道德回升，道德回升就瘟疫就没了，向神忏悔，嘿，他就回来就接了。从这个人开始，我全都是加了这句，出路是道德回升。再有时间我就说传统文化回归，这俩都是希望和出路啊！人类在瘟疫面前，你反复的向神忏悔嘛？哎呀，所以现在三声号响，等三声号响了，还那么多人在草坪上啊！这我没想到，对面这个人是迟到的。不是迟到，看那个穿着打扮也不像迟到的，嘿嘿，就是这样了。就从那个大高个两口子过去以后，我就知道这句话能够吸引人。我每天都在淘汰一些句子，然后再增加一些句子哈，所以这30天就最后成型的就是这6句。重要的信息，你好，重要的信息，这个，这瘟疫的原因是中共，我们呼吁赶紧解体它，结束它，这样才能这个。有希望，远离中共就没有瘟疫了。道德回升就是出路，因为那天有一个人提出来了嘛。出路就关键是出路在哪里？后来我就从那以后我就注意说出路，还专为这个
把那个出路的那个横幅打出来，那横幅都4年多了。因为没有位置，我就没打嘛。人类的出路：冒号，道德回升。这样就。这样就，昨天我看，回去看了一下我昨天拍的哈，我觉得有一个最不好的地方就是，好像是，大家看我是老是斜眼往那边看，其实不是的，是我要看马路的交通，看红绿灯。没红绿灯的时候，就要看那边有没有人，我有没有要撞到那个人或者是什么的。你看我眼睛就往那边看啊，大家要理解，别老以为我是怎么着了，不知道以为我怎么老往那边翻白眼儿，不是的，是看红绿灯。哎呀，昨天我自己。监视了，监看了2遍，自己的这个自媒体，然后就发现了问题。哎，怎么老往那边看呢？这个不好，所以今天得跟大家说明一下。回头以为我前几天那个。斜眼睛，翻白眼往右边上方看，那是干啥呢？那是看红绿灯，还要看旁边有没有路人，有没有要撞到人家。往这一看，哎呀，在镜头里头看很难看呢，这个要注意。今天倒计时2天。今天24号，明天25号，25号最后一天啊！没想到今天还来这么多新面孔，还有祖孙3代，那大的小不丁点的，也就是9岁那个样子哈，8岁那个样子。我认识的一个朋友，他是9岁来看过，所以他是历史上最小的观众，是当年呢20几年前。被称为历史上最小的观众。这个丝巾现在不太，哎呀，太不太爱。今天因为新加了新的短语，有点陌生哈。就道德回声啊，反复的在嘴皮子叨了10遍了，10个人过去了，这才叨腾利落了。人类的希望是道德回声，道德回声了，就跟罗马帝国当年的一样，这样瘟疫就消失了。就这几句，哎呦，这叨腾10遍了，10个人过去了。唉，反正是很多人非常认同，还有一个人气质倒挺好，也挺壮，也挺高，也是2口的，他就慢慢的挺故意落后他老婆好远，也过去了，都快过去3米了，然后给我回了一句。我一边拜伊能，meet 伊能，一边 meet 伊能，就是说我站在你一边哈，站边选边站的。哎，现在常人怎么都懂得这词儿哈？选边站，我站你一边。哎呀，还有几个人。老说去年我们就认识，其实去年没
因为疫情，所有的剧院都关门。他们老说去年，实际上是前年，前年以前，22年，我不都在这儿吗？所以，他们就把以前都称为去年。还有几个人说，我昨天接了，我前天接了。那我就跟他呵呵一乐，我说："哎呀，欧洲面孔对我来说太难了。"然后他就说："亚洲面孔对我来说也太难了。"就是呀，双方呵呵一乐，皆大欢喜。哎呀！我是一队900个人，原来是一队1900个人。这因为疫情，去年剧院停开，所有的剧院现在开了，要一个人隔一个，所以就只卖900张票。哎呀，能看歌剧的人永远看歌剧哈。所以还是那波人，那波观众，他们前几年老问我有没有新的信息呀、啊？今年你又带给我们什么新的信息？还有的人不接，原因就是因为我去年接了，他老是这句话，我去年接了。哎呀，好，我说反正你就。这是两个题目哈，这个是告诉你中共真面孔，就没有瘟疫了，就跟罗马帝国一样，道德回升了，认清坏人的真面孔了，向神忏悔了，他就瘟疫就没了。还有一个人说，我说那个不要跟中共拥抱，也不要跟中共那个阿谀奉承拍马屁，这样瘟疫就没了。老头小矮个，比我还矮，干巴瘦，就这种干巴瘦的都得小心点。那偏偏就是大老板，反正能到这儿来的都是大老板。票价在那儿，谁买得起这票价？前五排中间那块都是400，然后依次往后推，380、360，都这个票价。你想啊，现在又隔一个位置坐一个，那都肯定得坐好位置了，那就更贵了哈，就这意思。那老头，干巴老头说啥？你说什么？什么叫翁啊们？我说拥抱，不要跟中共拥抱。那什么叫爱惜麦心？我爱惜麦心就是拍马屁啊。哦，爱惜麦心。我说不要拥抱，不要，给中共拍马屁，这样西方社会就没有瘟疫了，远离中共就不得瘟疫啊。这跟罗马帝国一样，当年好多人都忏悔啊，抱着死者亲人就想跟他一起去嘛。有的家里得瘟疫人死了，那人家就没得，为什么呢？这些人道德好。今天我不是看了一个文章，瘟疫不找哪些人？哎呦，讲。古代就是有记载的，瘟疫就是不找道德上祖宗三代都积德的人。哎，我就一下就想到了这个武汉，我们家的表兄表弟、堂兄堂妹，这去年都活着呢。这前一月份，我今年1月份打电话，他们都活着呢。为啥呢？
一是他们确实是祖宗三代都积德的人，哎，都受中共迫害的人，尤其我那个三姑，那做生意，文化大革命，三姑父被斗的哟，那做生意做的他们那个地方很有名气，结果游击说他头几刀吧，做生意吗？现在有几个不头几刀吧的？那比他还坏的，现在不都是多的是，也没被游斗，也没斗争啊。就共产党，他干啥都行，别人只要一比他富了，他就说人家投机倒把。哎，你看我三姑三姑父这一家子都活得好好的，武汉瘟疫就没有淘汰这批人，这是应验了古代说的那话，就是那个异鬼奉了瘟神的命令来播撒瘟疫，就那个人好像是天目开了有点功能吧，就问他什么样的人家你播疫瘟疫啊，然后他说三代积德的，三代积德的，还有平时做好事的，还有瘟疫来了使劲忏悔，使劲向问神自己哪里不好，希望给机会改过，就这些人都瘟疫就瘟神就不给他家播瘟疫的种子，就这意思。今天我看比昨天还冷，昨天下雨还有点闷热哈，今天连昨天也15度，今天也15度，但是今天15度跟昨天15度可不一样，今天刮大风，昨天是闷的那种15度，所以那小女孩又没出来，这老天爷真是帮我哈，哎，就是你说你的餐馆的人都吃完饭了往上走，你也不让我在那儿发，这不就是无理取闹吗？所以无理取闹就让他离开了，所以今天天气冷，他就不敢在那儿待了，太冷了，咱是义工多冷都敢待，他就不行了，这红绿灯，这个地方没红绿灯，那就更得两边看了。你两边看呢，在地这个镜头中的形象就不太很好。哎呀，明天25号最后一天哈。结束以后，他那个30号小那个小团队，就要演奏告别曲，欢快的告别曲，回家了。他那个音乐就是在告诉你回家了，结束了，太高兴了，就来回的就那个音乐。音乐也有个语言嘛，所以我觉得他就是释放的是这个语言，所以我会。不是很长，其实整个也就5分钟，我会从头拍到尾的哈。就是三声号响入场，观众都入场以后，外边有点热闹，就是乐队，那个小号组要给大家吹一遍这告别欢乐曲。
回家了，回家了，终于结束了，30天，这辛辛苦苦啊，就那意思。今天还有印象最深的，其实每天都千篇一律，就是有点特别个别，有点自己特色的，我能印象最深，其他的。跟前天到前天一样的，我就不用再说了，因为今天新面孔多一点哈，也有老面孔，所以就是情况就是这么个情况。我昨天监看了一下昨天拍的自媒体，好像我说那个皮肤一晚上就变白，恢复原样那个，我都没听清，因为声音太小。就是说前天，21号，他那个歌剧节的休息日嘛，我那个办休息日，5个小时在外头晒着哈，就是，结果呢？回家一看，哎呦我的老天，脸晒得跟那个黑锅底似的，那么黑。结果呢，我睡了一晚上觉，早上起来，咦，就恢复到现在这个样子了。这就是我的脸，你看哪有晒了5小时黑黑的那感觉？就是说做正事，做好事。神就帮你，啊，救人呐，呼吁大家道德回升是人类的出路，瘟疫就没了。历史上有正面教训呢，这就是罗马4次瘟疫呀，啊，这个呼吁这件事儿，神也看到吗？那我思想一动，还没动呢，这个另外空间，正神都知道，所以就帮我哈，所以老天爷就把我脸又变回原来那样，要不然你说大早上，不是，现在要是讲真相。大黑的脸，那多不好啊，影响形象。老天爷就帮了。哎，昨天还有个印象最深的，那个朋友有一个朋友说，因为我和他每天都分析镜头，他说你是不是化妆了？我说从来不化，意思。我皮肤本来就细腻。再一个是呢，人家好多人说你嘴唇不涂跟涂一样红，所以我这都是原装，一点都没化，我每天都不化。那个化学的东西都是毁皮肤的嘛，你化它干啥？化，就这意思。啊，别每天往身上弄那些脏东西。就是修心，向内找，你皮肤就好，嘴唇也红，这不是天然的原装。再补充一句，大陆的朋友哈，尽量到动态网翻墙哈，汉语拼音动态网.com翻墙，然后右边有最新当前最新 IP 地址，那都是翻墙的服务器。每天都不重样的，翻墙哈，翻墙的办法。